ground shake.欢迎收看姜 Style 频道，我是姜。那这集这个飞机呢，就是它有分展示区跟存放区域啊。那我原本的飞机已经有八台了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另外又买了八台，因为我为了要拍这个涂装的部分啊，因为我之前直播的颜色太丑了，所以就是应该说直播的画质不好了，所以我等于是要重拍嘛，所以我就买了八台。就想说奇怪，为什么这个飞机出来？结果发现哦，它在存放区。所以如果你要把存放区放到展示区呢，就要把它点一下，然后选择你的里面的飞机，然后跟这边的外面的兑换啊，看一下这个飞机换哪一台啊 ？OK， 它会跑到外面来啊，展示区的、存放区的，这样其实我都不太记得是哪一台要换的。浩劫者吧，浩劫者刚好换过、啊。好的，那我们现在呢？我们先改那台大的好了，那台大的重改。OK， 等一下我可能要先把几台卖掉啦，因为要重拍，没办法。好的，我们先改这台大的，然后改完之后我们去试飞一下。巨象图拉，这台护具就不用说了，就直接改到最好嘛，对不对？这个雷达干扰片，它可以阻挡来袭的飞弹锁定，闪光弹可以使飞弹转向。那这个烟雾的部分，就是它会类似像那个长长烟雾啊，你可以关可以开这样子，它有很多种颜色，我们就用闪光弹。引擎就用最好的操控，用竞速型的、啊。涂装的部分呢，我改一下哈，我后面那台是金色的。哎、欸，这个其实这个红色也蛮好看的、啊。哦，哎、欸，这个涂装不错啊，是有多嗨，对不对？那喷漆的部分呢？橘色、黑色也不错、哦，也是不错的喽。金刚黑色，副色调是什么？看不太出来是哪边有变动。有啦，纤维的是在翅膀上面。我先这样子啊。推进器的话，它是可以在。飞行或者是在起跑的时候可以加速的。武器的部分有炸弹，高爆燃烧瓦斯激素。我们试试看这个多发的好不好？那主要武器有武器塔，双管的武器塔，看一下，双管，然后火神机枪。那火神机枪之前有装过了，我们来试看这个武器塔。OK， 这台飞机改完了，我们就先去试飞一下。哦，这个天气非常好哦，准备起飞。OK， 他如果没有买那个推进器的话，他可能会需要跑一段时间啊。如果有推进器，这样子直接飞起来了。然后开启炸弹门哦，看看。哦，打开，打开。丢。哦，我的等级许可，不允许在那边丢置炸弹。好的，我们先把这个什么，我看看，我先把它这个。炸弹这个舱门先关起来，然后它有，对啊，前面是机枪塔在射击，两根炮管的。
切换一下，机关枪它只有机关枪可以用。OK， 再来呢，它这个飞机一个特色，它可以停在水上面。奇怪，加速是哪一颗啊？我先下降一下。它可以把这个尾，应该算是翅膀吧，把翅膀收起来。那我是不是要先停火？哎，是哦，哦，它可以直接换位置啊。OK 啊，后面的机枪是这样设计的，我可以自己设自己的尾翼吗？这样会爆吗？我直接穿过去耶。酷哦，换回来。看一下啊，它应该是可以立起来吧？我记得它可以立起来。对啦，这样子啊，按一下右键就立起来了，它会像是。像是小型的直升机有没有？开脚架，那推进器呢？晋升等级，哇！边飞还可以边收脚架，好酷啊！可以这样用。来，我先把那个脚架收起来，然后炸弹关起来。推进器，奇怪，我怎么操纵它啊？试试看啊！这个推进器在哪里？不会吧？先下降一下，我看一下。看起来是这样，没有错啊。可以用啊，还有在平地或者水上面的时候可以这样按加速，但是因为我刚刚被通气了，我们再测试一下，我现在水上也可以。对，水上面的话按加速器，对嘛，是起飞用的啦，加速器只有起飞才可以用。在飞的话，打开变脚架了。OK， 我们这台就要到这边了。喜欢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赞哦。我们下期再见。